多謝主席，亦都多位多謝各位議員歸隊。主席，涉及到有關呢一個嘅刑事檢控啊，早呢一方，主席，我哋咪開緊會嘅，主席。唔緊要嘅，主席，我歡迎大家加入呢個討論，咁可以企起身正式發言啊，唔使咁鬼鼠。主席，涉及到呢一個嘅刑事檢控呢方面呢，就頭先我提到，喂，你冇理由一個過百人嘅政府部門，即係你話間中有一兩單嘢你要外求，咁呢個理解啦，可能咦喺某一啲個案件方面你冇咁樣嘅專才，或者啲人過忙，你冇咁嘅時間咁。但係如果係習慣式逢親係有大嘢就要外求嘅話呢，即係如果我自己喺呢個部門做嘢呢，我會覺得面目無光，係咪？更加係感到呢個羞恥有愧。有愧不但係對即係對自己對市民，亦都對自己所學，或者我唔知呢啲邊啲學院出嚟多啦，都係感到呢一個嘅難以接受。咁所以真係我好希望透過呢一次刪除呢、這個即係開支，能夠令到呢一個部門裡面嘅人呢，係真係要覺醒，係咪？要據理力爭，日後逢親有大嘅案件呢，重大嘅案件呢，佢哋應該展示自己嘅決心同埋個專業嘅水平，係咪？即係如果喂你話間單大嘢你都要外求嘅話，你問香港人點解有信心繼續撥款俾你哋呢一班咁嘅專業律師，係咪？三億幾去進行呢一個嘅訴訟，而即係重大個案又要揾人呢？咁所以呢個理由呢，就眾多理由之一呢一、這個呢，我哋係要即係必然要提出呢一個嘅批評。刑事檢控科呢，另外即係亦都有各個小組同埋政府嘅律師呢，負責就各方面呢提供呢個法律指引。其中一個小組就係負責科裡面嘅培訓同埋管理工作。咁睇到呢啲係覺得可笑啦。喂，大佬，即係你有嘢都要外求，你培訓邊個㗎下係咪？即係你根本個水平，即係喺呢個嘅大律師，即係呢個嘅訴訟方面法律水平方面都唔俾人呢，即係不俾呢一個嘅着重嘅，咁你仲搞啲咩培訓呢？咁當然呢方面嘅工作喺範疇上就好難話佢即係唔應該做嘅，因為佢嗰方面譬如包括呢個貪污啊、欺詐、勞資問題、入境個案啊、色情同埋呢個嘅淫褻物品案啊、賭博啊、反恐啊、三合會同埋有組織罪行等等咁啊。咁另外涉及人權同埋基本法嘅事宜啊，投訴警察事宜、毒品罪案、追討犯罪得益、海關案件、電腦罪案啊、侵犯版權啊，同埋呢個市場失當等嘅行為。咁而刑事檢控科呢，聲稱即係自己聲稱呢，喺2013年嘅表現呢係令人呢個滿意。咁而喺嚟緊呢年2014年方面呢，佢就話會喺打擊罪行方面推動全球檢控人員之間呢合作。咁我唔知佢喺邊方面啦，係咪？咁但係即係呢個係簡單介紹下，就話呢個同全球各方面嘅檢控人員刑事啊，定係人權啊，定係呢一個國際呢一、這個嘅政治求助人士啊，即係政治即係要求庇護人士咧，定係點咧咁啊？咁其實全球人士合作咧，最近最需要嘅就係打擊大陸嘅貪官，係嘛？嗰啲向外投咗嘅資產咧，即係數以千億萬億美金計，咁啊，可能呢個工作咧，真係我就如果有成效嘅咧，即係我就應該支持。如果知道佢呢度總共要幾多錢嘅話呢，好可能就將個整開支減咗呢部分呢，可能就較為好啲啦。我相信即係如果你話律政署有部分嘅團隊專係幫即係同呢個嘅內地呢方面嘅即係合作，再同呢個國際方面嘅合作係追查呢啲貪官即係嘅下落同埋要引導檢控呢，咁呢方面嘅合作呢係絕對值得支持但係唔好又學咗呢個
即係廉政專員咁樣咧，即係話就話合作，轉頭就同佢哋飲呢個茅台。嗱，而跟住即係佢嘅工作咧，係包括喺嚟緊呢年咧，佢就聲稱就會提高通過提高刑事檢控工作嘅透明度，咁呢個係好事啦。與司法工作嘅夥伴加強聯繫，以及檢討執法機構披露材料嘅安排，提高刑事司法服務嘅質素，提高刑事案件呢個嘅即係訴訟同埋籌備方面嘅工作嘅水平，同埋加深市民認識刑事司法制度，喺佢哋所擔當嘅角色究竟係啲乜咁樣樣。嗱，主席，我哋睇翻即係實際嘅情況咧，即係特別我一開始嗰陣時所講，我對刑事檢控方面喺近期嘅工作，即係嗰個專業性係受質疑，而係被感覺到佢係開始越嚟越多執行呢個政治任務呢方面咧，我有啲嘅實例同埋個數據咧，即係作為呢一個嘅參考嘅。嗱，咁我哋都再次申報，即係呢一個部門告過我兩次嘅。咁頭先講咗，我唔重複啦，我只係再呢個嘅引述。但你睇翻喺佢檢控方面同埋檢控成功嘅數字咧，係俾人一個感覺係有呢個嘅個檢控係有政治嘅目的喺度嘅。如果唔係嗰個成功率咧，係冇理由咁低嘅。因為即係大家都清楚知道，有時好多嘅刑事嘅罪行咧，即係表面上嚟講係好簡單直接，係嘛？咁個檢控數字咁低咧，必定係有其他嘅成分喺度。咁譬如有啲嘅檢控嘅例子，我引述咗先啦。咁一啲就係長毛嘅同事啦，係嘛？社民連喺呢個2011年4月喺港鐵頒獎禮個舉行期間咧，係呢個耍呢個陰屍子同埋衝上呢一個嘅頒獎台咧，即係從呢個嘅當時嘅防運局局長鄭宇華咧，係搶走個咪，咁最後咧就被呢個拘捕同埋呢個嘅檢控。咁但係最近咧，就喺終審法院咧係上，即係呢個被告咧係上訴得席嘅，成功推翻咗即係嗰個嘅定罪。咁你睇翻好多最近連串嘅檢控咧，即係都涉及到呢一個嘅遊行，即係遊行示威以和平形式進行遊行示威人士係被檢控。咁你睇翻12同13年嘅數字啊。被檢控嘅人數喺12年咧係有35個，13年咧係有呢個38個，但係被定罪嘅人士12年咧係15個，13年咧係12個，即係從呢個數字顯露就係好多告咧，即係可能基本上個勝算不大，但係有政治壓力，有政治上嘅需要，透過呢個檢控打壓呢個嘅和平示威人士嘅人權，咁所以你睇到從呢方面嘅檢控嘅範圍同埋檢控嘅性質同嗰個成功檢控嘅數字咧，嗰個雖然呢個明顯係政治檢控嘅即係取向。